是你吗？是他吧？我吗？欧大长。好，没问题啊。有啊，有问题啊，连高声跟麦克风都有问题、啊，绝对是有问题啊！笑太开心了吧？很难听啊、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怎么一直在那边假装自己麦克风没声音啊？先再说一次话吧。干嘛？品味王。然后我们演员会做出一些回答，但不止这样，蛮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会跟你们要求一些资讯。当然我们的太田赏呢会跟大家要注音啵啵啵啵哒哒哒哒之类的，我们会用我们的注音来开头来完成我们的答案。没错，你们比较喜欢的注音符号歌歌，从歌开始的第一个是这个，从歌开始的起调最好用的结果是什么？这样应该有借口很多，但是全部都要用从歌开始的。我可以用手机吧？你可以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外国的些汉字。还有呢，还有从歌开始的，觉得最好用的借口是什么？Good morning。觉得最好用的借口是什么？干你娘！他们从歌开始的，觉得最好用的借口是什么？故事要从那一天开始说。棒棒，从歌开始的，觉得最好用的结果是什么？割包皮。出现了，梅竹大学的出现了。太田长都哪一种借口？我吗？歌的话，还是那个日本人的话，ごめんねば。哦，ごめんね。割包皮真的不行吗？那你要ごめんねで语气说那割包皮呢？ごめんね。下一个注音符号。好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这个是太老土了。我怎么太多变了吧？太难。一是英文啊？没有呢。最帅的一句话是什么？OK， 再走，从"佛"开始的结尾。
之后最帅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浪漫的，恶心浪漫的，疯了。再给我机会。来，从副开始的结尾之后，最帅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夫夫子。夫夫子，跟他不懂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懂。为什么？有可能是 C D 啊。我蛮好的。OK， 那小葵，从副开始的结尾之后，最帅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放弃我吧。为什么？我今天玩得很烂，所以放弃我吧。我竟然没有品味啊。有趣哦。那不是说断掉的膝盖子大家知道吗？是猎人。有趣。好。从不开始的结尾之后最帅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分泌了一些东西。放下吗？有吗？副台词的结尾之后最帅的一句话是什么？ Fantastic。 Fantastic 帅吗？结尾之后说 Fantastic 帅吗？不太土了吧。他们写一些 bug。 不是这样的游戏啊！感谢蔡总。Fuck you！ 哎，你的比较人设。哎，走到那边，来，给下鬼。帅娘，帅娘。方便帮我脱裤子吗？白色。呀，班长，帮你一下。冯迪索。